过来，肠仔病毒要继续咧传，开引起重症的肠仔病毒 A7 疫情，虽然已经有疫苗啊，不过要无特殊药啊会当使用。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，经过研究发现，讲患者血糖若有控制好些，就会当减少重症的风险。做人食个做嘛是肠仔病毒到传烧的季节。最近疾管署指出，国内肠仔病毒疫情也在流行期。顶礼拜门诊诊治，伊个有17,967人次，比顶顶礼拜增加4.9%。其中较高引起重症的肠仔病毒 A71型，到达要无特殊药物通治临床使用。但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开记者会表示，经过研究发现，讲只要控制血糖，就会使大大减少重症的风险。病毒会主动的去攻击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手段，就是增加宿主的血糖，所以它事实上让胰岛细胞产生这个胰岛素的这个能力呢下降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呼吁的，是要留意是不是有小部分的孩子孩童呢，他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父母亲应该要知道，那如何避免他血糖过高，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。研究员指出，肠仔病毒 A71型攻击中枢神经以后，够引起脑干、脑炎和心肌衰竭等等。伊嘛指出，得高血糖的状况，病毒量阁会大大增加。所以，呼吁民众，当囡仔得着肠仔病毒的时，唔通阁予伊食有糖的饮料、甲食食等等，避免病情愈重。另外，国卫院嘛希望透过这个研究，呼吁伊家己的临床医疗爱注重血糖的变化甲警示。希望把血糖控制在比较理想的范围，这个是我们的常规本来就会做，只是利用这个机会，我们呼吁大家，呼吁医界，呼吁民众要重视这个时候血糖高起来带来的一些警讯跟讯号。国卫院研究员表示，应该带71型肠仔病毒的鸟鼠注意动手以后，重症跟死亡的几率有影大大减少。不过，以临床医疗来讲，那阵囡仔血糖上低，原来有生命危险，所以要需要更加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，才来针对病毒开发精准药物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